留在这儿呢，我是当一个备胎的。谢谢。其实我们国家非常缺乏专职的慈善人才，因此呢，举贤网在六年前就跟五家慈善机构就是合作，就是我们对慈善机构的帮助，我们免费给他招人。所以如果说这两位他们倒是不留灯的话，我们下来可以接触，就是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那些那些慈善机构去，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你这不是备胎，你这是千斤顶。对对对，我觉得千斤顶真的是很好的机构。第二轮选择去火灵。还有一盏灯，来，我们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来，给职位。啊，早安姐你好，你好。因为我们随风奔跑呢是一家做青少年体育教育的专门的公司，我们自己的公益项目呢是去帮助在基层的体育老师有效提升他的教学内容，给他更专业科学的方法。那现在我给您开放的这个岗位呢是这个项目的这个我只能说是项目助理，因为事实上您过去的那个经验可能不太能够在短时间平移到我们的项目，起薪是5000家。5000家。对，因为这个其实在北京的在北京的公益项目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我知道了。来，你有问题要问吗？我没问题了，谢谢。好，考虑10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您的选择是？我想说谢谢，但是未来如果来云南教体局这边，我们可以联系，如果需要任何帮忙的话。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谢谢。走之前，我想对各位企业家还有涂磊老师说一句，感谢你们对我的温柔以待。我看你们晚期节目是很犀利的，谢谢你们。他刚才这句话是夸我的吗？夸你们所有的，他们都是被你温柔的话语所融化了。是因为您温柔啊，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发自内心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改善啊。谢谢。这个能够让每位求职者能找得到工作，有岗位的话，不遗余力的给他，这是我们的初衷。谢谢您啊。好的，谢谢。再见。